找谁啊？你是哪位啊？谁来了？应该是你的敏谦找你吧。里面请。这花送给你。你好，我叫 Joy， 我是文熙的大学死党。文熙一定跟你提过我这号人物吧？把花给我吧。喂，给我嘛。哎呀！哎呦！你们先聊喽。到底是男的是女的？就他今天凌晨才刚到上海，他是从纽约过来度假的。大概会在这边待个一两个礼拜吧。本来我想要让他去你那住，不过我想你住在那儿会吵到你。你的脚怎么了？不小心摔伤的，快好了。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你呢？找到你的后天美女了吗？